哈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甜多多，今天带大家吃一家昌吉本土的菜煎饼，在这里，老板给我给了个勺，然后这家店的菜都是自己选的，所以可以挑自己喜欢吃的，想吃什么吃什么啊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大一张饼，它这是两份儿，就一个饼做成了两份儿，好香呀！饼子脆，但吃到嘴里和其他的菜放在一起也不违和，很适合当早餐，我觉得。看一下，我觉得我一个人吃一半就可以了。昨晚我这也想吃饭。老板有没有蒜？没有蒜。因为它这个很脆，里面加的菜也很多，所以吃起来特别满足，满满的一口。不给你的嘴巴留任何空间。我说实话，其实这一把我也能吃掉呢。减啥肥呢？不要减了。当当当当，它也没我的脸大，还没有。好好吃。因为这个，我上星期就来了，但是他们家没有开门，结果就没吃成。这个星期来，我还在路上担心，我说万一他再不开门。我再也不来了，要是他开了，完美。